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竹板一搭相连环，娱乐明星给人谈。竹板搭相叮咚，给人说说搞笑怂。曾经名气非常大，圈内圈外传佳话，风风雨雨真多年，如今跌下了神坛。就在某档节目中，请来嘉宾高晓松讲述特殊毕业季后浪读书的意义。如今书籍太泛滥，好的名著来推荐，不料骂声也滚平，让人无地和自容。小松老师的形象曾经光芒都万丈，公众人物有名望，让人学习的榜样，知识渊博有底蕴，互联网上来讨论，如今跌下了神坛，听我给您说根源。小松老师的言论互联网上留烙印，网上发酵引热议，也被个别人惦记，出现两极的分化，形象影响非常大，有些言论传播广，光辉形象受影响。小松国籍被质疑，也是老话又重提，空有满腹的诗文，是个黄皮香蕉人，自己国籍不证明，再相信他不可能。网友持续来争论，提出质疑和疑问。知识界里的大佬曾经形象非常好，公众人物有担当，家国情怀心中装，如今公信度下降，网友纷纷不买账，好感信任度降低，互联网上被抨击。小松老师被抨击，大众宽容度降低，不同声音难出现，容易上纲和上线，网络舆论被带偏，非常容易走极端，这事儿不是网友做，社会公信力度破，公信力度被突破，这事儿究竟谁之过？相互之间不信任，引导整个的舆论，说话办事不规矩，都被别人记心里，做人心口都不一，慢慢好感度降低。小松老师做节目，个人观点来讲述，个人观点来倾诉，引来很多的关注，有人支持有人贬，全都轮番来上演，小松各种的观点慢慢都引起反感。小松老师有才华，为人处事不浮夸，就是总爱说真话，惹得个别人害怕，各种攻击和诋毁，各种网上吐口水，各种攻击和谩骂，这些全都不算啥，做人坦荡不避讳，认认真真去面对，其实为人很真实，这样的人该支持，别被水军带节奏，管好自己就足够，机智邪气和歪风，永远支持高晓松，那个高晓松。作为保佑白白和出轨，陈宇凡宣布退娱乐圈，红星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星凡红啥都在对，错明知为何笑而藏，微博互撕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